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意涵。在我身边的呢，是我的《出走日记》编剧朴海英。안녕하세요，박경작가입니다。因为我们都是看朴编的那个《出走日记》，得到了很多治愈。不晓得您私底下都是靠什么来治愈你自己的呢？제가지쳤을땐아무것도안하는편입니다생각도멈추고천천히숨을쉬면서하늘을봅니다그게전부인것같습니다充当一下翻译哈，就是当我疲惫的时候呢，我通常什么都不会想，我就是会看着天空，深深的吸一口气，然后这就是我治愈自己的方式。有没有感觉韩文很好？其实呢。我们都知道朴编剧的巨先生呢，疗愈了我们非常多妇女的心。嗯 ，OK， 嗨，今年的戏剧竞争真的是非常的激烈。那我们现在要颁的是编剧奖，那今年入围的编剧呢，也都是金钟常客，相信大家也都不是很陌生。就想问一下朴编剧，你有看过台湾的什么戏吗？啊，최근에진이안배우님이나오신퇴사는선택창업은필수라는드라마잘봤습니다哦、oh, 翻译一下你听得懂是不是你是笑什么唯一看过的一部戏就是他们创业的那件年那些鸟事他觉得非常的好看好谢谢谢谢代表好好我们赶快颁奖了有一点超